孙燕姿待产快生了，林佑威开心得 baby 女儿。孙燕姿上周挺着大肚曝光，手脚四肢超细的，看错重点啦，这么大的肚子，应该快生了。孙妈昨晚在推特留言，现在全家都紧张的期待，什么什么要生了吗？孙燕姿的发言人说，快啦，等我通知。外界猜测燕姿应该在医院待产，随时公布好消息。据了解，34岁的燕姿会采取自然生产，家人随时在旁等着迎接新生命，体贴的老公纳迪姆每天帮她按摩按摩肿胀的双脚。燕姿怀孕以来胖了12公斤，最近睡眠品质困不喝，但为了顺利自然产都会每天去散步运动。生完小孩后预计会在医院休养3天，新加坡没有坐月中心，因此会回到家中让妈妈姐姐照顾。粉丝也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，百度燕姿爸所有的话题都已经冠上燕姿 baby。 老衲掐指一算，我姿今晚生，预言燕姿明天上午8点生8斤的胖小子。好啊，燕姿待产，粉丝也跟着画休啊。这么快就生出来了。这是林佑威的女儿啦，取小名 baby， 体重3040公克。他说老婆吕梅是自然产，只花1个多小时，这个 baby 就不出来了。快的医生差点来不及接嘞。英国的新闻，老爸说有当赛车手的天分哦，报道。